大家好，今天带大家不是看房，是看地了，看在建中的房。昨天我去 Poti Home 南区排楼盘 ，Sales 告诉我呀，就在今天这个 location， 今天开始卖，然后昨天就已经卖掉5套了，你相信吗？某些热的市场，好的 location。别人是不用看房就下单的。销售跟我这一说，我说那我必须得去啊，这么抢手那肯定是宝啊，对吧？其实他就是这个 location 太好了，在怎么讲，西南区，但是又靠近 Spring Valley， 是成熟社区中的空地上建的新房，有老区的便利，然后又有新房的舒适，他当然抢走了，然后价格也是很便宜的，40几万起。现在也没有样板房，就好像内部就给接受报名就可以买了似的。他跟我讲啊，人家也不看房了，人家都知道 Poti Home 长什么样，就听经纪人介绍一下怎么讲，然后就买了，就下单了。他是这样跟我讲的，你看样板房也没有，地址都没有啊。大概给个地址，我 GPS 给我导这儿，根本就没有路口。我顺着周边那个老的小区转呢转呢转进去了。你看多漂亮，能看见雪山，还下边的红石公园。哦，某些房子是能看到这个雪山的景观呢，和红石公园的景观。你看小区不大，户数也不多，居然中间这个绿化带和公园还挺大的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样板房放出来，到时候我再回去复盘一下。哎呀，等样板房盖好了，可能也就卖没了吧。这个 location 你去机场4.2个 mile， 去中国城4.4个 mile， 去那个体育场是最近的，大概2-3个 mile， 去西南区当趟新都场那里，估计也就是不到3 mile。去哪儿这么说都是10分、15分的车程， location 真是太便利了。这是它旁边的，走出来不远有一个公园，公园那儿就能看见那些雪山。旁边这个社区，看着吧，看着雪山、红石公园，准备就绪了。我觉得马上要建房了。不知道是什么开发商，等他开建的时候我再回来看。